彰化屯会盖好的时候，那我们在社大看到有医学课程啊，我太太她报了三四个课程，开课之前她就跟我讲说，那古筝给你去上好了。我就觉得就是学习嘛，因缘际会就这样子学了古筝，就学了两年多。当教育志工这个区块里面，也是从古筝的教育志工开始做起。教育志工其实就是服务学员，当学员跟老师的桥梁，在跟学员互动上学习人跟人的相处。那其实我的个性呢，真的是非常固执，如果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，别人来跟我讲都不太能够打动我，包括我家师姐，她没办法改变我，所以只能跟着我的想法走。秋林这次溶爆性肝炎，在换肝的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，他是在过秒关了，让我内心真的是很痛苦，压力也很大，很感恩啊，人救回来了，让我有机会去改变我自己，去尊重别人的想法。真的很感恩，在这二十年参与志工过程中呢，给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，让我们在这边好好的学习，快乐的成长。我就照顾秋婷，把她体力养好了，再重新出发。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一起做志工。